哎呀，这20年没回来，村子变化真大呀，到底哪一户是天一家呀？我得找个人问问。姑娘，你知道这村里面高凤妹他们家住了？直走左拐，前面房子最高的就是他们。是吗？楼房子盖起来了，那肯定是有钱了，太好了。是呀，他们家的条件现在是不错。 但是那都是我婶子一个人用一辈子辛苦换来的，现在她老了，到该享福的时候了。可是她的双腿却走不了了，真是个命苦的人呀。她是命苦，我现在就去看她。谢谢你了，姑娘。没事，不客气。凤梅，凤梅，我回来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你老公呀，你把我忘了吗？原来是你。 你还有脸回来？你还有脸说是我老公？这么多年，我没有老公。凤梅，当年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了。不要跟我提当年，当年就是你狠心的抛下我们娘俩，跟那富婆跑了。你现在还有脸回来？凤梅，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，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回来啊。你走投无路，关我什么事？这个家不欢迎你，马上给我滚！ 凤梅，先拴你两条腿，不能走路了。我回来照顾你啊！我这两条腿，还不是你害的？我不需要你可怜，不需要你照顾，马上立刻给我滚！妈，你们吵什么？他是谁呀？不是。 赶紧给我走，走，走！老婆，给我求个礼一下。老婆，你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我爸，他现在没地方去了。这里有10000块钱，等一下你追上他，给他先找个落脚点。等我把妈的思想工作做好了，咱们再一起把他接回来。嗯，好的。